就这么点能耐，还想对付我？ 小川，小川，白河龙王，这就是你的真正面目。 你们这帮成天游山玩水的软脚虾，如今已被本座的弟子都杀光了吧？山主呢？傅九云，你是真的忠心于他，还是你们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呀？心急了吧？好，本座我现在就送你去见他。 你让开！傅九云快被白河龙王打死了，哪还管得了我们？要是连九云师兄都死了，我们下去山是不是就完了？我们赶紧下山吧！师兄不会不管我们的，你们别走啊！你们别走啊！ 是我最爱的小侍女啊，认真的想要把一个人留住，想要她忘记那些不该由她承担的事情，想让她在我身边笑，好好享受一个女人该有的单纯生活。装傻充愣也没关系，可是她总觉得我在开玩笑。你不能走！快跟上！ 山主老贼不明就里，而你傅九云一定是个聪明人。来，投奔我，速速交出灵灯，我放你一条生路，如何？
既然你不投奔我，就去见你师父吧。 醒醒啊！你醒醒了！你看到九云大人了吗？现在山中都是白鹤余孽，你先管好你自己，去安全的地方吧。我担心，九云师兄，我们会尽力寻找的。